老孙来也！俺乃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。咦？哦，嘿嘿。这里山势险峻，只怕藏有妖精。哦，哈哈，那我来问你，此处可有什么妖怪不成？何方妖孽？有俺老孙在，怕什么？一个筋斗云，108000里，妖怪哪里逃？吃俺老孙一棒！